这么多新闻之后，让我们稍微轻松一下，来听听歌。嗯，听听好听的歌。昨天第四届北京2008年奥运会歌曲征集评选办公室是迎来了四位非常重量级的选手啊，他们是香港音乐人林夕、金培达、陈少琪和梁翘柏。那么他们呢，亲自提交了自己苦心创作的两首参赛歌曲，分别是林夕作词、梁翘柏作曲的《梦想在望》和陈少琪作词、金培达作曲的《生命之光》。嗯，而且这两首参赛歌曲啊，均是由超级女声周笔畅演唱的《小样》。提到这四位音乐制作人，大家肯定都再熟悉不过了，而他们也正是周笔畅首张大碟《谁动了我的琴弦》的制作人，所以这次找周笔畅来唱 demo 也不出意外。林夕、金培达、陈少琪和梁翘柏都有着奥运情节，他们原本就很希望参与奥运征歌，有了这次机会，四个人一拍即合。在歌曲创作过程中，大家可谓是费尽了心思。梁翘柏认为唢呐是中国古老的乐器，放在摇滚的乐器里很和谐，所以就在《梦想在望》的编曲时加入了唢呐。陈少琪更是用心，他一直希望把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放进歌词当中，所以在歌曲《生命之光》的填词时玩了一个很古老的文字游戏——藏头诗。每句歌词的第一个字刚好组成同一个世界、同一个梦想，北京欢迎你。这个创意连林夕都自叹不如。有方法我是经历过，为什么你想大呢？你也是经历过的。我是刚才的副主席。我觉得这一次很好，有点后悔自己没想到周笔畅的演唱更是为歌曲添了彩，大家都没有想到一个小女生也能唱出这样的质感和气势。对，又唱我首歌的时候，他已经唱完了，是吧？是，他已经把嗓子已经唱成累了，但是我觉得，因为他很从容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唱像你的歌嘛，对，内容或者是感觉都没有，但是他唱了一片完了以后。不过周笔畅的身份只是唱小样，如果歌曲有幸被选中，也有可能要换其他歌手来演唱。目前您在畅想奥运的网页上可以试听这两首歌曲，现在我们就来先听为快吧。每个人都一样，今天我带领他一起公平较量，你我他把真心打到和平现场，尽全力等于为全部选手争光，梦想在望，世界在看。我想随着第29届奥运会的日益临近，一定会有越来越好听的歌曲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